心。亲爱的妈咪，牵着你走过这一辈子，是我最浪漫的事情。有一次，爸爸在做手术的时候，我很希望可以为他做一些什么。因为他完全就是任何感官都没有办法，直到他离开，我也可以感受到他就像我的守护天使一样。他送给妈妈《旅行的意义》这首歌，因为说。这首歌我要献给我的家人，我被乐界唯一没有放弃你的就是你的家人。本来是约学长碰个面，等我回到台北之后就得到消息说他车祸，然后就过世了。